在那个罪恶横行的黑暗年代里，人们最盼望的是正义。一些勇敢的年轻人挺身而出，迎战罪恶。他们手中的武器，或是科学，或是智慧，或是勇气，或是纯真。可以用一句话准确地描述出一个罪犯的相貌，但是却不能用一句话描述我脚下的这座城市，因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上海是由一连串反义词组成的。真与假，地上与地下，东方与西方，合法与非法，光明与黑暗，古怪的交织在一起。在这里，一个人时常要面对大起大落。昨天你还在天堂，而今天，也许你就要坠入地狱。这地方很闷吧，喘不上气来，让我来帮你吧，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伙计，我的酒呢？先生，您不能再喝了。啰嗦什么？玩你上酒你就上。要不您先把账结了。你还怕我赖账是不是？不是，是我们老板吩咐的呀。你们老板算老几啊？给我拿酒去！你干什么？哪来的酒鬼？你看你干的好事儿。小子，跟你说话了，听见没有？几个乐队的小瘪三，嚷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下班了也不把裤子换了，没钱买裤子是不是？这小子眼睛还挺毒啊！管他呢，敢惹咱兄弟俩，就好好教训他。
你也尝尝。哥，你怎么还在这里啊？小慧，你又喝酒了。我不喝酒还能干嘛？哥，你知道吗？我们报社刚刚得到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在南郊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的喉咙被人割断了，而且死者的双手被反绑着，打劫的方式是水手劫。那你跟我说说后来呢？那当时我们一发现尸体就报案了。那你仔细想想，有什么可疑的人吗？当时我们不在，没有看见。你还了解其他情况吗？其他情况就不了解了。那好吧，做下笔录。是是，这是水手劫，越侦查越紧，根本逃不脱的。是啊，逃不脱的水手劫，已经有3年没见过了。总探长，我。哎，把他抬走。哎，是。来，哎，你们几个过来，来，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抬走，抬走，小心点。来，帮帮忙啊！好，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啊！哎，抬走，抬走，小心点。好了吗？小心点。哎，好嘞，走。注意点，注意点。好嘞。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走？快走，快走！没眼色。他是个新来的，这桩案子和3年前那些割喉案有什么联系吧？哎，这么说为时尚早，这割喉魔消失这么久了，现在又出现了。嗯。啊，对了，嗯，死者的身份确定了没有啊？啊，还没有，赶紧确定。啊，还有，见到记者千万不能说这桩凶案跟割喉魔有什么联系，咱们法租界不需要散布这样的新闻。您放心吧。我跟了您这么多年，这点事理还能不明白？嗯，打的打，抬过来了。哎，快点，把他捆牢了啊！要是弄脏了车，还得你们收拾。哎，好嘞，您放心吧。哎，帮忙搭一把。哎。老孔，哎，钟朗，你怎么来了？出乱子。是啊，不过你可不该来啊！让我看尸体。哎，不行，这可不行。老孔，你知道这个案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哎，别，钟朗，我跟你说，现在可不是当年呐！我跟你说啊，别，哎呀，让开！我老孔为难呢。红头，你跟这个。钟朗，你不是在放假吗？来这儿干什么？总探长。再怎么说，我还是巡捕房的人嘛。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能不过来看看吗？哎呦，钟探长什么时候又关心起案子来了？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钟探长，这个案子什么情况？听说死者是被割了喉咙。哎，你要问就问我好了，这案子我负责。孙探长，这当年可是我的案子。哎，至于说到当年，我想起来有人办砸了一桩案子。他不但放跑了凶手，还抓错了人，多害死了3条人命。你，够了，跟我过来。你瞧你现在这副样子啊，就像刚从酒缸里爬出来一样。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打盹儿？你这一打盹儿就打了3年呢，你。红头，可我现在醒了。红头，你最了解我，上头让我放假，不给我发薪水，摆明是要我自己离职。可是我一直咬牙撑到现在都3年了。我这样做，不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吗？你的心思我明白。好吧。我答应你，真的，谢总探长。先别高兴的太早了，这个案子，你和孙探长各查各的。还有，暂时我不能调配人手给你，
如果你需要找人帮忙的话，就找那帮弟兄们，看谁愿意帮助你。是。哎呦，钟探长，哎，抱歉呐，没人愿意跟你，真是今非昔比了啊。哦，对了，车里好像也没有你的位子了，慢慢走回去吧。再见。开车。是。浑身吸多了容易发感冒、气管炎，甚至哮喘。我叫韩飞，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实习探员。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因为我想跟着你查案啊。我不认识你。更认识你啊！你看，你是钟朗，是罪犯的克星，人送绰号老虎探长。你看，你在故意寒碜人是不是？喂，我是真的想跟着你破案呢。就凭你一个小毛孩子！笑话！喂，别走啊，我是认真的。哎，你还想再找找线索吗？我都拍下来了。让开，别碍少爷脚的。我真的是想跟着你破案，你是我的偶像。回家找你妈去。哎呀，别把我当小孩好不好？我都20岁了。好吧，虽然你们没人在乎我，但是我对割喉魔犯下的每桩血案都了如指掌。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我。哎，真的，你问啊，你考考我。好啊，那你说说看，割喉魔一案有几名受害者？官方的说法一共有5名受害者。就这些？还没完呢。虽然一共发现了5具尸体，但是你一直认为有6名被害者。哎，还有啊，银行家吴菊婷在割喉魔疯狂作案的时期突然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在巡捕房里只有你钟朗一个人把这桩失踪案和割喉魔联系在一起了。算你说对了。喂，你恶不恶心啊？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3天以前。你说什么？昆虫是自然界中对尸体和血液高度敏感的动物，一般情况下，凶案一发生，昆虫中的苍蝇就能寻到气味飞到尸体上产卵。在第一天的时候，它孵出来的是幼虫，再过8到14个小时就会蜕变成20龄虫，再过2到3天又蜕皮成为3龄幼虫。你看，这里掉落的都是刚刚蜕皮的3龄幼虫，那就代表死者是在3天前遇害的。这脏东西真的告诉你这些？哼，这是科学，确切的说是昆虫学。我以前养过10几种苍蝇，所以对它们的习性非常了解。我相信这种刑侦方法在若干年之后一定会得到推广的。脑子有毛病了？哎，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不能不相信科学。科学都是些书呆子搞的玩意儿。哎，不服气是吧？跟我来。这个凶手是开着一辆运货卡车在这里扔下尸体，他的个头大概有180公分左右，身体强壮，皮肤黝黑，说福昌牌香烟，干下等工作。另外，那辆卡车刚刚换过一条新的轮胎。你凭什么看出这么多线索啊？凭的是心明眼亮。从车胎的宽度可以看出是辆卡车，车辙的花纹三浅一深，所以是刚换过一条新的轮胎。此人的步伐和我相当，虽身高在180公分左右。还有，他丢下的这枚烟头，是福昌牌香烟。孙探长，他们也太粗心了吧！这么重要的证物居然都没领走。哎，那其他线索，比如说皮肤黝黑、身体强壮、干下等工作这些，你是凭什么判断的？凭经验。我当过卡车司机。凡是能开卡车的人都很有力气，会被晒得很黑。另外，福昌牌香烟价廉物美，
凡能集齐二十种花色的服装烟盒，就可以兑换到香皂、毛巾之类的日用品。所以服装香烟最受干下等工作的老百姓欢迎，明白了吗？厉害，不愧是我的偶像啊！你知不知道现场还隐含了另一条重要线索？什么呀？如果你那套苍蝇理论可靠的话，这个凶手很可能再次作案。对呀，依照割喉魔作案的习惯，四五天就会杀死一个人，现在已经过了三天了，快跟我走。干嘛？我跟你走？对啊，我有车。欢迎光临，先生，你想置办点什么？我上午给你打过电话，我想卖点东西。哇、哦，好漂亮的蓝宝石啊！外面不方便说话，咱们还是到里面谈吧。哎，好的好的，里面请。啊，这边。啊，请，请。小子，你这辆车从哪儿搞来的？跑起来还蛮快的。这车是我和朋友打赌赢来的。屁话，骗人你也不看个对象。告诉你啊，说谎的人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没有说谎啊。行了，不愿意说就算了。不过你给我记着，下次说谎的时候手上别有小动作，而且还得用眼睛看着我，必须这样。嗯，我不管，反正这辆车不是我偷的。如果你要是担心有问题的话，你可以不坐啊。我不坐你的破车，你怎么给我查案子啊？你的意思是说你答应了？哎，那以后我可以叫你头了？随便你。太棒了。哎，这里管了啊。咱们不回巡捕房啊？先去公共验尸所听听验尸官的说法，我得先排除有人模仿割喉魔作案的可能性。开门，开门。头儿，里面好像没有人。哎，验尸官。验尸官，头儿，他怎么跑了？肯定是孙探长搞的鬼，可怜验尸官不会给咱们帮忙了。那怎么办啊？他以为这样做就能把我难住吗？啊？哎，这。啊？头儿，我们这可是非法闯入，要想破案就不能讲规矩。哎。死者是个有钱人，符合割喉魔一贯的作案目标。他浑身一丝不挂，你怎么看出来的？看他指甲，都是经过佣人精心修剪的，是不是有钱人？嗯。啊，怎么样？是不是割喉魔的手法？这伤口。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啊？我也受不伤害，就是觉得不对劲。要是验尸官在就好了，可惜啊，他根本不配合咱们。是啊。哎，我知道有个人，对这种事最在行了，他一定能帮到我们。那还不赶快走？哎，难道你要背着他走啊？废话，还要他背你走？啊？教授不在，我去找找他。你在这儿等一下啊。好。
住手住手！你是谁？我还没问你是谁呢。哎呀，头儿，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余胜男，余教授。嗯。你到底养着什么心？怎么了？她是个女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女的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你把我的事当儿戏啊？哦，原来你看不起女人啊？哎，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听过于教授的课，他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法医了。你还说屁话，我真不敢相信你个小毛孩子。不，两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五次获得美国宾州医科大学 A 级奖学金，圣约翰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还有解剖实验室的主任，这些还不够吗？你说的是刚才那个母老虎？这可不是屁话，是事实。于小姐，叫我于教授。于教授，刚才是个误会，我现在向你道歉。你不需要向我道歉，刚才被摔倒的好像是你。我听海飞说你把我当成小偷了。实验室的德国设备价值昂贵，学术上的研究成果更是无价之宝。我已经不止一次遇上小偷了，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就请离开这里，我还要工作。没事，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你叫钟朗，以前是个巡捕房的探长，现在是个自甘消沉的懦夫。不是我说的，我发誓。于教授，不管你怎么看待我都不要紧，我只想告诉你，现在有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正在上海滩行凶作恶，如果你不帮我的话，就会有更多的生命被他害死。我可以帮你，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巡捕房收敛的尸体必须在第一时间交给我。为什么？我这里的设备虽然先进，但是一直缺少研究用的尸体，这主要是因为医院能够提供的遗体捐献者寥寥无几，所以凶案中的死者尸体对我的解剖学研究会有很大帮助。至于程序上的问题，你们俩不用担心，因为我出具的验尸报告，租界法庭都是承认的。那就好说了，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我要参与你所有的案件调查。这不行，一个女人碍手碍脚的。钟探长，你是不是认为女人就一定是弱者？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正在写一本刑案法医学的专著，需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哎，桃答应教授吧，他是最棒的。好吧，我们成交。不要紧，这是因为肠道内的腐败细菌产生了气体，是正常现象。喂，你确信他脑子没毛病吗？没有啊。可是我看他对死人的兴趣比对活人的兴趣还大。哎，这叫有专业精神。这是验尸报告，死者中国籍男性，50岁左右，家境富有。等等，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他家境富有？头，你不是也说他？谁问你了？我在死者的胃中发现了氨基比林的残留物，这是一种新型的解热镇痛药，在国外很流行。可是在国内这一片就要花10块大洋，你说他是不是很富有？明白了，请继续。他的手脚有捆绑后留下的淤痕，而且手掌浸软时间过长，皮肤容易剥离。他机体出现腐败性水气泡，这些都说明了死亡时间是在3到4天左右。那死者的伤口呢？我最关心这个。致命的创口在喉部，凶器是一把长11公分、宽2公分左右的直把剃刀。就像这把。没错。问个题外话，你一个女人要这玩意儿干什么？用来刮死者的毛发和胡须，这个回答你满意吗？满意。死者的创口是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划开，就像这样。
因此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左撇子？没错。这就怪了。怎么了？真正的割喉魔应该是个右撇子。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求你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的。倪超狱长，您只要点数比我大的话，我就放了你。啊！是你运气不好，不是我不给你机会。不要杀我！这五名死者都是三年前割喉魔一案的被害人，按发现尸体的时间排序，依次是绸缎商关飞鸿、茶叶商赵德全、洋行经理费松，还有沙场老板段小涛，还有证券商蓝刚。从这些窗口来看，凶手的确是右手行凶。左手，右手，右手。哥，你果然在这里啊。小慧，你怎么会在这儿？哼，你还问我呀。验尸所丢了一具尸体，巡捕房正在四处找呢，我一猜就知道是你干的。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因为我知道在法租界除了公共验尸所之外，就只有阿南这里可以帮到你啊。阿南？你是说于世南？嗯。你认识他？对啊。难怪他知道我的底细，是你说的坏话吧？我可没说什么坏话啊，我们只是随便聊聊。看我怎么收拾你！一个人是左手，一个人是右手，难道这场凶案是有人在刻意模仿割喉魔的手法来混淆我们的视线？不对。啊？这种凶案就是割喉魔干的，他确实回来了，我闻见他的味儿了。哎，啊，戴教授。听说你和我哥成搭档了，我哥他怎么样？他呀，又粗鲁又讨厌，还不相信科学。那正好啊，你给他补补课。我怎么？哎，他是谁呀？哦，他是你哥的助手。哎，你好。嗯，我叫韩飞，韩鱼的韩，非常的飞。你好，我叫钟慧，钟鼓的钟，聪慧的慧。哎，那我们两个的名字加起来，岂不就是非常聪慧了？喂。别和我老妹套近乎。哎呀，那你说这个怎么解释啊？割喉魔分明是个右撇子呀。你想想看，如果有什么特殊原因的话，他忽然不能使用右手呢？就像这样，腾不出手来，你会怎么办？用左手，就这么简单。嗯，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是凶手的右手最近受了伤，那么他就只能用左手了。有道理。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要找的疑犯就是身高一米八左右，抽福昌牌香烟，右手有毛病，左手很灵活，曾经当过水手，现在是卡车司机的男人。你怎么知道他曾经是个水手？像这种水手劫，只有真正的水手才能打出来。我以前当过轮船二水，这个我最清楚。哎，你不是说你以前是开卡车的吗？小子，我当巡捕之前做过的事情还多着呢。各位听众，要不要一一告诉你？现在插播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法租界巡捕房已向本台证实，今日在南郊发现的无名男尸是死于一桩抢劫案，并非早前舆论传言的割喉狂魔所为。巡捕房孙维廉探长特别强调，有关割喉狂魔的传言纯属子虚乌有，广大市民无需恐慌。混蛋，这是糊涂透顶！你还敢来找我？你们说，尸体是不是你们偷走的？啊？嗯。钟朗，钟朗啊，你知道我重新启用你顶了多大的压力吗？孙探长已经跑到上峰那里去告状去了。可是总探长，孙探长不该对记者散布假消息，这样做只会更加刺激割喉魔。谁告诉说这是假消息了？上峰特别交代。不要随随便便把命案和割喉魔扯在一起，这样会引起社会恐慌，知道吗？喂，巡捕房，我找钟朗。什么？找钟朗？
喂，我是钟朗。钟探长，久违了，一向可好？是你，你个狗杂种！你的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还在一心想着吃了我。这不，我回来了。喂，你到底是谁？我限你12小时之内过来投案自首。住口！我告诉你，你们其他人没有资格跟我讲话。这是一场我和钟朗之间的游戏。好，那咱们就像男人一样，面对面谈一谈。不不不，游戏的规则只能由我来定。你听好了，我给你留下一条线索，由你来找出答案。你说的是什么线索？一会儿有一个小信差会到你们巡捕房，他会给你一个信封，里面有你该知道的一切。混蛋，你到底想玩什么把戏？你现在就给我过来投案自首，否则……没有否则，好好看看信封里的东西，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来，喂喂，谁是钟探长？不是，这是您封信。啊，狗杂种，他又抓了一个人。什么？八仙桥11号。这一定就是他给的线索。老狗啊，马上带领警员出发。是。好像很久没人来过了，那你说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个地址？我也不知道，说不定葛洪魔是在耍我们。不，这不是他的作风，这个狗杂种在向我挑衅。韩飞，你看啊，这柜子被人移动过。知道该给谁打电话了吧？知道。快，哎，你说我哥也真是的，干嘛急匆匆把咱们叫到这个破地方来啊？哎，我哥呢？在里面。来了，哥。啊，死人！没事，别害怕，人类骨骼的主要成分是钙和磷，没什么可害怕的。阿南，你怎么一见死人就来精神啊？有时候我都觉得你挺吓人的。于教授，嗯，我是个守信用的人，这具尸骨现在属于你了。嗯，死者的骨骼完整，根据骨盆的形状来看应该是男性。死者的牙齿已经磨损至珐琅层，说明他的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身高175公分，体型中等，生活富有，爱打网球。等等，你还能看出他爱打网球，是不是猜的？科学可容不得瞎猜。你看他的右肩，有粘液囊炎，是运动型创伤，通常是由于打网球导致的。嗯，有道理。时下上海的富人都很流行打网球的。嗯。那么，死亡原因呢？喉骨处有锐器切创，他的双手腕骨都有挫伤，这是长时间捆绑导致的结果。死亡时间呢？从白骨化的程度看，应该是3年前。我知道他是谁。吴菊婷，45岁，著名银行家，身高1米75。
爱打网球。深南，全让你说中了。大惊小怪。吴菊婷在3年前神秘失踪，一直下落不明。现在看起来，她也是死在了割喉魔的刀下。所以，迄今为止，割喉魔一案受害者已经达到了7人。你的命不是掌握在我手里，而是掌握在巡捕房的手里，渴吗？来，喝点水。好好喝吧，啊，不喝你就没机会了。来来来，喝杯茶吧。啊，钟郎。谢谢。好香啊，是今年的新茶吧？我不知道，是学生送的。你除了在这里摆弄尸体之外，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一点兴趣吗？谁说的？我知道，你一定把我看成怪人。不过也许你不信，在解剖这些尸体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鲜血和腐肉，而是一个个即将在我的解剖刀下破解的谜团。比起外面的花花世界啊，这些尸体能带给我更多的满足感。你这样的人蛮少见的。哎，这些数字是什么？还不好说。不过这个地址让我们找到了吴菊婷的尸体，割喉魔是想证明他绝对货真价实。而这串数字应该是另外一条线索，也许与割喉魔手上的这个男人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破解这些数字的话，也许能救到他。12132051万3205，你说这能代表什么？也许是时间，12月13日2:05。有可能，今天是12月12日，那就是明天了。确切的说，就是明天凌晨的2:05。可是我们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一样不知道割喉魔在哪儿啊。我了解割喉魔，如果我们今晚不能找到答案，这个男人就一定会被杀死。什么？那我们赶快想办法救人才行。是啊，哥，快想想办法。你们真以为我没有在想办法吗？你们好好看看这些人，当年他们在遇害之前，我都在竭尽全力想办法挽救他们的生命，可是到了最后，我还是失败了。尽管有一次，我还真以为我抓到了那个杂种。哥，你是说3年前抓到的那个嫌疑犯吗？他叫刘阿荣，在一艘远洋游轮上做事，水手节打得非常好。当时我判断绸缎商关飞鸿还有茶叶商赵德全就是被刘阿荣杀害的。因为刘阿荣的老婆跟富商关飞鸿私奔以后，他精神上遭受了极大刺激，导致了残杀妇人的行为。他招供了吗？问题就在这里。刘阿荣被逮捕时已经精神失常，但是我断定这个疯子就是割喉魔，所以就把他扔进了监狱。而那段时间里，割喉魔也确实停止了作案，似乎一切都结束了。为此，报纸上对我一通夸奖。哼，谁成想，没过多久，割喉魔又开始作案了，而且变得更加疯狂，就像是对我示威一样。那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报警，案发现场就在最近的地方。站住！
一次最好的机会让我错过了，从那以后，这个狡猾的恶魔就彻底销声匿迹了。那个刘阿荣呢？他很快就死在牢里了，所以割喉案从此也就成了一桩悬案。难道你当年就没有任何对策吗？割喉案之所以至今还无法侦破，就在于他作案的对象毫无规律可循。你们再看看这七名死者，除了都有家财万贯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点，看不出关联性。割喉魔杀人不是为勒索钱财，他好像只是为了杀人取乐。可是如果他没有确定的目的，那为什么在消失了整整三年后却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又回来了呢？这也是我最想不通的地方。他之所以重现江湖，也许另有原因。喂，老孔啊。什么？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了？在南郊发现的那名死者叫徐大福，是宁波富商，也是上海福记米行的股东。通知他家人了吗？通知了，徐大福的儿子徐文阳已经来认尸了。好。徐少爷，我是巡捕房探长钟朗。哦，钟探长，久仰久仰。这位是？啊，这位是于教授，就是他给林尊验的尸。原来是于教授，失敬了。嗯。徐少爷，令尊的事情我们都感到惋惜，请节哀顺变。于教授，我这次能够挺过来还要特别感谢你。没什么好谢的，我只是做了自己的工作。我父亲走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你父亲的喉咙上有锐器割开的创口，但是颈动脉没有被完全割断，所以他是在喘息了很久之后才于教授的意思是令尊走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对吧，于教授？是的。谢谢，这让我安慰多了。徐少爷，很抱歉，在这种时候，我还得问你几个问题。没关系，只要能对抓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有所帮助，你尽管问。在令尊出事之前，有什么异常举动？没有。他在生意上主要和什么人来往？我父亲是福记米行的股东，这家米行的老板裴德元是我父亲多年的朋友，生意上的事主要由他来打理。那么最近米行有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哦，实不相瞒，我自己一直在工董局的慈善机构做义工，米行的事情我从来不过问的。哦，原来是这样。你刚才为什么要信口开河？我说什么了？你说死者没有痛苦。拜托，这是人之常情，以后没有必要向死者家属详细描述那些血淋淋的场面，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可这是事实啊。哎，但是没有必要让活人再一次经历死人的痛苦，明白吗？可是我不会说谎。但是有人会，比如徐文阳。徐文阳在说谎？凡是说谎的人都别想逃过我的眼睛。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大教授终于有问题问小学生了。哎，这个我知道，因为你在问话的时候，徐文阳的手一直在摆弄他的帽子。这是其一，在问到福记米行生意的时候，他的眼睛在向左瞟。向左瞟？凭我的经验，凡是说谎的人在编造谎言的时候，眼睛都会不自觉地向左瞟一眼。你这算什么经验啊，真是的，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我没功夫和你抬杠，这个徐文阳一定在隐瞒什么事情，很可能与福记米行有关。我已经查过福记米行的底细了，米行的老板裴德远和徐大福他们俩同为宁波老乡，而且两人合伙经营多年。福记米行在浙江算得上是龙头老大，在上海滩可谓是呼风唤雨，甚至可以操控市面的米价。怪不得米价在连连看涨，看来福记米行是要发横财了。文阳，上车吧。
那个女人是谁啊？好像是公董局慈善机构的陶女士，她找徐文阳干什么？哎，哥。哎，啊，没事。于教授，嗯，我能问个问题吗？嗯。你的武功是在哪里学的？我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一个格斗冠军教我的。嗯。哦，对了，我刚刚有个新发现，吴菊婷的第三节颈椎有轻微的错位现象，这是被人用手掌击中颈部后留下的创伤。在西洋格斗中，这应该属于一招制敌的招数，重击之下能够导致人休克。但是在中国，只有受过训练的军人才会这种招数。难道说割喉膜还有军人的背景吗？很有可能，又会打水手结，又有军人背景。这说明割喉膜可能当过水兵。对，这是条线索。可是这还不够，我们还是不知道割喉膜是谁，不知道他藏在哪儿，而这个狗杂种今天晚上可能就再次作案。哎，哥，他怎么了？这就像一个医生眼看着自己的病人死去却束手无策，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饶命啊！时间到了，饶命啊！该上路了。饶命啊！死者叫何启贵，是宝昌珠宝行的老板。尸体是今天早上静安寺的清扫工发现的，幸好是我接的报案电话，要不然又被孙探长抢先了。于教授，马上验尸。好。死者的喉部有致命的锐器切疮，凶器与徐大福一案的凶器相同，四肢肌肉已经僵硬，皮肤出现片状尸斑，死亡时间在6到8小时左右。你看，是割喉膜写的。这两串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应该是割喉膜给我们留下的查案线索。可是他为什么要给咱们留下线索呢？难道他是给自己找麻烦？他是在挑衅。第一串数字与这个珠宝商何启贵有关，如果昨晚我们能破解他的话，那么何启贵就不会死。而现在又留下新的线索，这说明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破解这串数字，那么就又会有新的被害者出现。他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了。哎，后一个数字的万位数比前一个数字增大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今天是12月13日，明天是12月14日？应该不会这么简单，也许会代表生日、门牌号码、电码或者密码什么的。真是毫无头绪。这个何启贵是宝昌珠宝行的老板，而这个徐大福又是福记米行的老板，你说他们之间能有什么联系啊？也许真的有某种联系，你们跟我来。来，你们看这个，我在何启贵的头发里发现了几粒稻米，还有这些小虫。哎，这是米象。米象，学名啊叫米象，俗称就是米虫。米象是鞘翅目，喜阴暗，驱蚊驱虱，最容易啊在米仓里被发现。死者头发里的米象应该是从案发现场夹带上来的，而且这些米粒应该是今年的新米。那么案发现场应该是一处存放新米温暖潮湿的米仓，极有可能是在江边。是啊，我们肯定说是怎么回事。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你们别激动好吗？听我说，听我说，你们福记米行还讲不讲道理啊？今年粮食欠收，米价都飞涨到20块磅洋一担，可是你们呢，收粮食的价格怎么反倒跌了？你们说一说话，快说！乡亲们，别激动，怎么回事啊？是啊，我们没日没夜的盯在田里头，好不容易比别的村多收了3-5斗，本想着能卖到13块银元，可是这么一跌价，我们一年的辛苦都泡汤了。就是啊，各位乡亲，你们听我说，别说是13块一担米了，就是15块的价格，我们也收过。可最近挑米的人实在太多，我们这也是随行就市，也没办法呀。对不住了各位，头，我调查过了，这个人叫于立本。福记米行的老板裴德远是他姐夫，怎么没办法？你们还管不管我们的死活了？大家别激动，别激动。你叫于立本啊？是我。你们是？对不起，让一下。让一下。我是巡捕房的探长，我叫钟冷。哦，是钟探长啊。久仰久仰，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走走走，不好。你们巡捕房在农民心中就是这种形象啊。于老板，你们收的米在哪儿呢？啊，在里面。啊？这里面？啊，对，就这儿。让我查验一下。这玩意儿做什么？这是玉川木试剂，遇到血红蛋白会产生反应，医学上一般用它来检查潜血，所以如果这里曾经发生过血案，哪怕只见过一滴血，我就能检测出来。有这么深？我已经做过几十次实验了，试剂的灵敏度和准确性可以保证，不过这里看不到任何发生过凶案的迹象。头，我已经检查过了，这座米仓是横架结构的，不可能藏有密室啊。你还懂这个？我就是书看得多。哼。于先生，昨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米仓？可疑的人？嗯，米仓到了晚上都是锁大门的，这里晚上没有人呢。都谁有钥匙？啊，就我和我姐夫有，交给其他人不放心呢。哎，搬过来。好。快点，码好了。来来。哦，没关系。这里都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也许是我们找错了地方。码好，码好，别倒了啊。那是谁？好，你们几个，再去。好。那个人的样子好眼熟啊。哎，在哪儿啊？看树底下。往上码。来，那边那边，啊，怎么不见了？旁边你看，啊，这辆卡车刚换过一条新轮胎，车辙的花纹三浅一深。好了好了，大家收工吧，走吧走吧走吧，好了好了好了。朋友，可以抽根烟吗？嗯，不用。是府城乡音，还是个左撇子。朋友，你这辆车最近有没有去过南郊啊？南郊？你问这个干嘛？阿六，这是巡捕房的钟探长，你好好回答问题啊。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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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这该死，刚找到线索又断了。但是我们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情。啊啊！什么呀？你看，这只鞋和咱们在南郊现场发现的脚印是不是非常吻合？这鞋的花纹，还有这块被磨损的地方，难道就是他在南郊抛的尸？难道他就是割喉魔？割喉魔才不会这么慌张，他只是一个帮凶，是割喉魔故意布下的疑虑。现在线索断了，我们的调查等于又回到了起点。不，别忘了，他是福记闵行的司机，而被害人徐大福又是福记闵行的股东。也许割喉魔与福记闵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嗯，我想咱们应该去会一会这个福记闵行的老板了。你是说裴德远？哎，对了，钟慧说过，今天晚上就在裴德远家里要举办一个慈善晚会，小慧还要去采访呢。正是个好机会。嗯。去哪儿了？别问那么多了，裴德远在里边吗？在，晚会就要开始了。咱们走。哎，你们这样进去可不行啊。嗯？哎，我。哎呀，钟慧，我非要穿成这样吗？阿南，你等一下，这里不是实验室，你不要总是长衣长裤的，应该穿漂亮裙子，展示女人柔美的一面。相信我，嗯。我就是不明白，女人为什么非要打扮得跟花瓶似的？如果我们不表现得小鸟依人一点，那些大男人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位小姐，今晚你就是我的舞伴喽。啊？割喉魔很可能就混在宾客里，我们散开来观察，不要轻举妄动。嗯。这都全靠您了，哥。那个人就是裴德远，他旁边的那个女人就是慈善机构的陶女士。谢谢裴老板。裴老板，您今天真是慷慨解囊了，我代表慈善团体深表感谢，敬您一杯。哪里哪里，裴某只不过是尽点绵薄之力罢了。裴老板真是菩萨心肠啊。他是徐某府中央探长。原来是钟探长，你也大驾光临了，幸会幸会。裴老板，您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钟探长抓您来了？陶女士，你真会开玩笑。钟探长，裴老板可是个走路都怕把蚂蚁踩死的大善人，你可别抓错了人。哪儿的话，我只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裴老板。哦，不敢不敢，钟探长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最近上海的米价暴涨，老百姓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裴老板对此有何感想？当前时局动荡，民生窘迫，裴某也是忧心忡忡呢。不过这米价动荡不稳的局面也不是裴某一人所能扭转的呀。说的也是，毕竟这福记米行不是你一个人的买卖。是啊，还有其他合伙人吗？可是你的合伙人徐大福不是刚刚死了吗？才过了一天，你就大办晚会，我要是徐大福的话，会不高兴的。钟探长，瞧你说的，这场慈善晚会是一个月前就敲定下来的事情，不怪裴老板，要怪就怪我好了。哦，原来是这样，看来是我多想了，裴老板，我敬你。裴德远。县志，你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我来给我死去的父亲讨还公道。这是我父亲的遗书，遗书上说就是你害了他。县志，你父亲刚刚过世，我知道你是情绪太激动了，可能对我有些误会。不过你放心，
徐兄和我情同手足，今后我一定照顾你的啊！你少猫哭耗子假慈悲，就是你干的。我父亲在遗书上说，如果他死于非命，就一定是你害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还敢你赖？你闪开！我今天跟少爷玩，你别激动，你这个畜生！少爷，住手！徐少爷，冷静点。我相信你，有什么话我们到外面说。放开我！放开我！放开！徐少爷，没想到你的力气还蛮大的。我要为我父亲报仇。那你就应该和我们合作，请把你父亲的遗书交出来。给。另外，我手里还有一些父亲的遗物。这项东西是我父亲在遇害的前两天寄出来的，我今天上午刚收到。我发现这里面装着父亲的遗书和生前所有的文件，希望对你破案有所帮助。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有遗书和遗物？哦，我不是说了吗？我也是今天上午刚收到的。好，那么请你在这张字据上签个字，走个手续。还有日期，12月13号。嗯。好极了，徐少爷，麻烦你到外面等一下，有事情回叫你。好的。哎，小慧，你看。还有这个。喂，你看东西能不能认真点？没办法，我看书就这个速度，1分钟5000字。春楠，你看。哎，你们快看这个。联合稳定粮价合作协议书。还有这页的签名，看。吴居廷。下面还有费松、蓝刚、段小涛、徐大福，这些被害人的名字全在上面啊。最近为了找到割喉魔一案的更多线索，我在报馆把最近3年来所有的报纸都看过一遍，因此我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你们看，当时上海的米价也曾有过一次大的动荡，粮食欠收，米价飞涨，当时的情形和今天非常相似。哦，我也想起来了，那年的米价确实也涨到了20元一担。报纸上有这样一则消息，是一位银行家出来呼吁说，如果股贱伤农，股贵伤民的话，那么金融界就不该坐视不管。这个银行家莫非就是吴居廷？嗯，正是吴居廷。后来吴居廷在报纸上提出了一系列调控米价的方案。第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米，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档口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稳定。第二，提倡粮米抵押，避免囤积居奇。第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囤粮米，到出售后结算，按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这些方案的确很有见地，如果能够实施，就一定会有效调控米价。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吴居廷突然就失踪了，而那个时间正是割喉魔开始疯狂作案的时期。还有这几个人，蓝刚、段小涛还有费松，这些人相继死在割喉魔的刀下。当年我一直想不通，这些被害人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而这份没有公开的协议书终于把他们联系到一起了。还有像吴居廷、费松、段小涛、裴德远、蓝刚还有徐大福都在上面签了字，而这份稳定粮价的协议书却因为割喉魔的疯狂杀戮而最终流产。3年后的今天，就在米价再次飞涨的时候，割喉魔又冲出江湖，徐大福也惨死于他的刀下，这绝对不是一种巧合。天哪，韩飞，你简直是个天才，居然能从3年前的报纸里发现线索。我本来就是嘛。这份协议书流产之后，受益最大的就是福记民航。割喉魔之所以大开杀戒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福记民航的利益，而徐大福留下的这封遗书说明，整个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是裴德远。还有头，你看，你看，这还有一段备忘录呢。哎，你们看，何启贵因资金周转问题决定暂不参加本次协议签订。
哥，何启贵不就是珠宝行的老板吗？哦，原来他也牵扯在这件事情当中啊。看来裴德远是要把这件事情的知情人全部杀掉。可割喉案的最先两名受害者关飞鸿和赵德全的名字并不在这份协议书上。管不了那么多了，兵贵神速，先把裴德远抓住再说。啊，你是不是今晚就要走了？老板让我把文件一起带走，我马上拿给你。文件不见了。韩飞，快开，别让他跑了。好。不见了。今天晚会之前我还检查过的，怎么不见了？裴德远在哪？在二楼书房。哎哎，你们干嘛？哎，姐夫，钟太太来了。窗台上发现了脚印，好像外面也有。死者还没有出现尸僵现象，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小时。我明白了，韩飞，啊，你把于先生带出去，给所有人录口供。好，于先生，请。姐夫，徐少爷，钟探长，这里应该没我的事了吧？你的事还多着呢。钟老，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我问你，你是不是左撇子？左撇子？我不是。那你为什么有左手签字？我右手失职，一个月前骨折了，到现在还没有好。怎么，用左手签字犯法吗？这不是太巧了吗？割喉魔恰恰也是用左手割断了令尊的脖子。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还怀疑我？别装蒜了。我问你，你写的二和三为什么有割喉魔的笔迹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纸条不是我写的，绝对不是我写的。徐文阳，任何说谎的人都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从我们见第一面起，你就一直在说谎。我没有撒谎。我没有。你父亲写字一向用毛笔，为什么偏偏在遗书里用钢笔？你说你刚回来，不想介入福记米行的生意，那为什么今天白天你要在江边米仓监视我们？那个司机是不是你撞死的？你在福记米行到底还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徐文阳，据我所知，你是令尊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我现在有理由相信，你为了独霸福记米行的产业，先杀了你父亲，然后又杀了裴德远。钟老，你是不是有些武断？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啊。你别插嘴。徐文阳，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你还有一个同伙是不是？今天晚上你在晚会上抛出遗书，就是为了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我们引开，给你同伙创造机会杀死裴德远。不会的，他不会杀人的，他只是想拿走那份文件。他是谁？快说！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呀！说！晚会结束以后，我就一直带佣人们在房间里打扫卫生。后来客人们都走了，姐夫他一个人在二楼书房休息。那就没有看到或听到什么可疑的情况吗？没有。哦，于先生，谢谢你的配合，请你再叫另外一个仆人来录口供吧。好啊。韩探员，你们可一定要抓住凶手啊。嗯，我们一定会的。谢谢啊。Thank you.
帮我接马思南入监狱。其实，我从父亲那里了解了很多内幕。这些年，福记米行不但囤积居奇，操控着上海的米价，而且还暗中勾结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幕后组织，做着倒卖军粮的罪恶勾当。一般来说，军粮是以每担5元的强制定价从民间征收上来的新米，那只幕后黑手每年都把大量新征的军粮偷偷地运到上海，然后由福记米行以每担20元的价格售出，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获取3倍的暴利，简直是一帮狼心狗肺的畜生。这件事我父亲也卷在其中，可他是受到威胁才迫不得已。不过最近国民政府已察觉到这桩不法勾当，南京方面派出了一名秘密调查员到上海，希望能揪出军粮案的幕后黑手，而这名调查员找到了我，希望我去劝说父亲站出来给军粮案作证。虽然此事非常危险，但我觉得应该让我父亲做一些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父亲最终同意作证，可这件事，这事还是走漏了风声。裴德远就指使葛侯某对我父亲下了毒手，这全都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去劝父亲，他老人家也不会死。这也不能全怪你。在这之前，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是那个秘密调查员告诉我，要我守口如瓶。他说，裴德元手里有一份秘密文件，如果能拿到这份文件，就能掌握幕后黑手的罪证。所以，今天晚上，你和他就在裴府演了一出好戏，你负责在现场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他，则趁机溜进书房偷走了那份文件。可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葛侯某的笔迹一样呢？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葛侯某是在模仿你的笔迹，而且他还故意改用左手来行凶，想把我们的视线引到你身上。原来是这样啊，他太狡猾了。哎，陶女士在哪儿？陶女士，你问她做什么？今天晚上就在你和裴德远争吵的时候，我看她悄悄溜出了大厅。是不是他偷走了文件？我真的不能说。傻瓜，如果我们能想到是陶女士偷走了文件，那么葛侯某也同样会想到的。我们快走。陶，陶，怎么了？我知道葛侯某是谁了。知道是余立本。如果在右手腕的这个位置上纹上一串数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这是马思南入监狱给犯人刺的编号。没错，我在余立本右手腕上就发现了这种纹身，所以我马上就给监狱打了电话，结果有了一条惊人的发现。余立本3年前曾在马思南入监狱蹲过大狱，而且他入狱前的身份就是水兵。他当过水兵，而且余立本的犯人编号是3802，恰好和那个被怀疑是葛侯某的刘阿荣关在一起。就在刘阿荣死后不久，余立本被保释出狱，随后就发生了新的葛侯案件。我明白了，余立本一定是从刘阿荣嘴里知道了葛侯某作案的细节，然后又以葛侯某的面目疯狂作案，混淆视听。中郎，看来张丽你没有抓错人，最开始的两桩案子就是刘阿荣犯下的。可余立本才是一个真正的恶魔，我总预感如果今天晚上不能抓到他的话，这狗杂种就永远消失了。在里面。太太，太太，太太。哎，麻烦你这儿啊。哎，房间里没有血迹，陶女士可能还活着。我知道。
又是一串数字，他到底想干什么？于立文每次留下的数字都代表了他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我们只要能破解了这些密码，就应该能抓住他，而这串数字里很可能就包含能救陶女士的线索。这几位数能代表什么？哎呀，一定有含义的，一定有含义的。笔，我需要笔。韩飞，把前四个数字写在上面。这四组数字，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都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啊，我明白了。韩飞，你干什么去？拿地图。这是我车里的一张经纬度地图，我现在把发现这四张字条的地点标出来：八仙桥、静安寺、裴德远家，还有陶女士家。你们看，正好组成一条直线，而且是一条正南正北的直线。它唯一的变化，你看。就是在东西方向摆动，也就是说他们的纬度相同，只是经度不同。涛，你不是当过海员吗？上海的经度是多少？东经121度。好，那你看刚才那四组数字的前三位都是什么？121，原来这些数字表示的是经度。嗯，快查查最后一个数字，东经121度50分36秒，在什么位置？和这条直线的相交点，应该是在黄浦江的码头和仓库区一带。那你会有什么？我明白了，是仓库，是福记闵行的江边仓库。陶女士，你真的太天真了，就凭你一个小小的调查员，怎么可能和我们的组织作对呢？你到底是什么组织的人？哼，我的天职就是保守秘密。哎，不，你不要笑。于立文，你放开我，你不要再给魔鬼卖命了。魔鬼，这个年头谁是人谁是鬼分得清？头一个人都没有。不对，我们要相信自己，我们的分析肯定没有错，他在哪？他一定在哪。我们再想想看，肯定还是漏掉了什么。韩飞，把所有证物都拿过来。天一亮我就该走了。你也抽一张，要是比我的大我就放了你。是你运气不好，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哎，奇怪，为什么这张照片上的灯泡是歪的？是啊，悬挂在半空中的灯泡怎么会不与地面垂直呢？我知道了，因为这电灯泡是悬挂在一间来回晃动的船舱里。走，去那里。
玉本，你现在放下屠刀还来得及。别害怕，我的手法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美妙的。别说，中郎，你终于到这儿了。狗杂种，你的戏该唱完了。俏货，别忘了，人在我手里，我们今天一定不会放过你。你们尽管来吧。
怎么样？没事吧？还好。如果再晚十秒钟，恐怕得再找一个新的验尸官了。不，我已经有了一个最好的，不需要再找了。我问你，你为什么一直给我们留下线索？我们老板说过，在他见过的人里，只有你一个人比我强。我不信，我要证明我比你强。你老板是谁？你永远也别想知道。走着瞧。咸鱼翻身了啊！不管是孙探长还是弟兄们，都对你心服口服啊！啊，余立本还没有招供吗？没有。这家伙嘴巴比老虎钳子还要硬啊，死也不肯供出那个幕后组织的情况，而且军粮案涉及的赃款现在还是下落不明。啊，对了，刚才督察长来过电话。工动局要对你进行嘉奖啊。三个人。什么三个人？嘉奖三个人，我和我的团队，而且从今往后我查案子都是用自己的助手和自己的验尸官，这是我重回巡捕房的条件。好，我答应你，谁让你是老虎探长呢？陶女士，路上多多保重，你们也要多加小心。那只幕后黑手还没有被挖出来，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军粮案虽然没有完全告破，但是我们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把这伙幕后势力彻底铲除。嗯，到时候咱们再合作。那好，保重，再见。哎，不管怎么说，割喉魔总算是被斩断了魔掌，他很快就会被送上绞架。而且徐文阳也继承了福记米行，这下终于可以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了。嗯，这个世道虽然不好，但起码还有希望。大上海是一座人来人往的城市，你永远无法预知今天将会遇到谁。在陌生的人流中，谁会是朋友，谁会是敌人，谁会与你并肩作战，谁又会敲开你的心门。好，走吧。Thank you.